第六集，治愈大作战。咖啡杯，对，咖啡。嘿，哎呀，可恶啊，重新买一杯吧。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好好的咖啡怎么就自己反倒了呢？不好，电脑。看来是我多虑了。干得漂亮！小三，小三，我们已经调换了宝石，你和小杰那边顺利吗？小杰已经进入了坏博士的电脑，植入了假的宝石信息。坏博士用这个假信息研发出来的病毒，不但不会感染大家，反而会增加大家的免疫力。太棒了，我们的计划简直太棒了！告诉你们，真的橙色宝石已经在我的背包里了。小三，坏博士现在在哪里？坏博士刚刚离开咖啡馆，往研究所的方向去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按照原计划到小杰的工作室集合。收到。哇，这就是一直守护我们愚蠢的五星宝石啊！传说它有治愈一切疾病的神秘力量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赶快用它去治愈小镇的居民吧。小杰，这次能拿到宝石拯救小镇的居民，大家都要感谢你。我们邀请你加入拇指联盟，希望以后你能用你电脑超能力跟我们一起帮助弱小，惩治坏人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小杰，以后我们就是拇指联盟的队友了，只要按下这个勋章就立刻联系到其他队友。拇指联盟还有其他的队友吗？当然了，除了我们几个，还有雨林的小卡和柳江的小妹，以后你都会认识的。来，我们举行下仪式吧。拇指联盟，应该是小罗先生的私人飞机来接我们回小镇了。小杰，我们要去小镇治疗大家了。好的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啊。放心，小杰，有我在，没问题的。嗯。球星小宝，把宝石带上，我们抓紧时间。小姐，宝石我们只是借用一下，用完就会还给余城。开始吧。嗯。小宝，该你了。好的，看我的。镇长先生，可以了。亲爱的小镇居民们，我是镇长，现在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都到街上来，不能上街的也请把窗户打开。我们要感谢拇指联盟为我们带来治愈宝石，帮助大家渡过难关。哎，这个宝石太神奇了，我居然好了。对啊，我也好了。我们要感谢拇指联盟为我们带来治愈宝石，帮助大家渡过难关。镇长，现在紧急通知，请大家。